是呀，像受惊的小动物一样逃走了。转学过来的第一天就把女同学弄哭，这可不好哦。是个意外是吧？没问题，老师会替你保密的。好好好，知道了。反倒是你，身体没问题了吗？我是谁？好好想想。错倒是没错。老师先确认一下，除了我姓许之外，你还记得别的什么吗？还有呢？想不起来了，对吧？那就算了。
的确，能忘掉不愉快的事情，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。真正愉快的事是忘不掉的。那是因为你没遇到，就和睡美人一样。嗯，不一样吗？嗯，没错。这没关系，能记多久记多久吧。嗯，你也是个需要真爱之吻唤醒的人。公主没醒来是因为还没遇到真爱，你忘掉东西是因为还没什么值得你记住。啊，不过，如果你需要真爱之吻，我可以给你哦。啊，害羞了。没错。啊？对了，你都忘记了。是我的失职，得重新做一遍自我介绍了。我是徐老师，是你的班主任兼任医务室老师。如果你转学后遇上了什么生理上或者心理上的烦恼，都欢迎来找我。是的，这一点还记得吗？有印象就好，剩下的慢慢去感受就可以了。生活上有不方便的，我会帮你，千万不要勉强自己。还有什么想问的吗？那就等想起来再说吧。学生手册，
虽然学校没什么规矩，但万一迷路了，上面的地图可以帮你。还有，这个学校是寄宿制，平时不能出校门。想出去玩的话，要打报告哦。另外就是，这里的学业比外面轻松，没什么压力，也比较适合你吧。和同学好好相处，努力学习。好吧好吧，不要勉强。反正在这里什么都不用去想，按照自己的方式过日子就好。你只要在这所学校里好好生活，好好养病。你不是生病了吗？其他的事情可以忘，但身体不好这件事可要记住咯。之前你经常因为贫血晕倒，要是身边没人照顾，会很危险。不要露出困扰的表情，我只是提醒你多注意。总之，你就在这好好生活，在剩下的时间里静待花开就行了。嗯，对。花朵盛开，往往只有很短的时间，但会让我们等很久。在此期间，不能浇，不能造，只能慢慢等待。让它自然地盛开，这就是所谓的静待花开吧。当然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就算出了问题，老师也会用爱好好地耕耘你的。